来这边的时候觉得，哎，好像来到国外的感觉。十连霸，第一位，一个在台湾应该是几百万，在日本几千万，有时候是亿哦。主角来了，哇，这个有啊，我这个眼睛闭上，眼睛闭上，什么感觉？飞上去了。我在大海里。每周五晚间九点，地球的庆典就在爱尔达综合台300频道。